好搞笑啊！無限嘅力戰任，唔係咁，但係我揾力戰一，我揾力戰一級嘅腳毛，佢都係唔會話出，好少機會會出力戰古龍㗎，應該，因為佢好痕啊！炸粒曬佢啲毛毛，嚇、啊！炸粒曬佢啲毛毛，點樣炸粒曬佢啲毛毛啊？係咁炸呢個位啊！嗯，好正，好多毛。其实我觉得冇问题噶喎，呢个笔，即系你可以攞快啲任务，我觉得 O K 噶，又唔会破坏游戏平衡。系咯，即系你话拆珠嗰啲笔就真系大镬咯，咁样我觉得又冇问题。为自己辩护下先，唔该，要条走兵龙，要条龙走兵系嘛？